天来莅临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。首先谢谢刘主秘，洪主任。我姓张，名字叫做雅明，是从台北下来的。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人嘛，他说一定要这次要我来这个颁奖，那我义不容辞。虽然那么大热天了、但是看到你们这么好的同学，这么热心的同学来这里参加，我就非常高兴。本来这个奖学金呢、他开始说是把这个钱发出去就好了，我说这样不妥，因为我们要给的不是只有钱，而是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啊，鼓励大家。他原来的这个创办人，他比你们辛苦，你们今天能够读到国中，能够读到高中，不简单。这个创办人小学仅仅小学毕业，他就没办法念书了。所以他今天为什么会设这个奖学金？他人已经过世了20几年，他的儿子，他把他的儿子培养成，你们知道吗？日本最好的大学，东京大学。他在东京大学，他儿子在东京大学心脏外科的教授，这个不简单。你们东港有这个人才啊，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。他的儿子叫做许俊瑞，他这个奖学金的创办人是许朝生。这位先生啊，以前住在哪里？以前住在你们这个东港一个菜旗啊，知道吗？菜市场后面听说有一个戏院，你们住在东港的，可能刘主任还有一点印象。大概在八德里，哦，那里后面有对面的八德里那家，西科啊那家。听说那个地方是贫民窟了。他这个创办人呐、他很小，他读了小学了。因为他父亲没有办法再供给他读书，他父亲是拓海啊，亚准拓海，没有多少收入，所以他小时候小学一毕业就无头路啊，干什么呢？好像是做那种泥栏工啦，这里有工作就去做，那里有工作就去做，做了一直到10几岁，才他的姑姑在潮州开一个印班社印刷厂。把他叫过去，那你过来呀、在印班所啊，跳机，那个时候的印刷是用那个签字一个一个去摆，有没有？以前没有那个，现在没有像现在你们那个印刷都是排版的，剪排版，用签字排版。他在那边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后来想一想，是不是那个时候正好是24届大战结束，已经结束了日本战败的时候，他们就远渡到日本的大阪了，去求发展。所以今天他去，我记得在民国60几年吧，快70年的时候，我去东京，我去大阪。我每一次出差到日本，我会去找他，他就跟我聊啊，他说我从小。这个东港镇啊，也有很多的恩惠，我今天才能够到这个日本来求发展。那我现在赚了钱，我是不是应该回馈给我们东港镇？所以他就问我的意见了。我说我做怎么回馈比较好呢？我说你当初你要读书你很困难没有钱，那现在东港镇也很多穷的小孩啊，你想一想可以帮忙他们呢。他说对呀、那是设立一个奖学金不是很好，他就设了这个奖学金。那这个奖学金呢、他说那这个名字怎么称呼，什么什么奖学金呢？
你用你的名什么？许朝生讲学基金会。他说不行不行，我不要除名，我是纯粹要回馈我东港这个镇，不想出名。那我说你不想出名，那你想想看什么名字，你自己想。他说我非常怀念台湾。那第一个怀念的是什么？台湾最高的一个山。他离开故乡那么久了，那个山已经改名了，他不晓得，以前叫做新高山，日本人叫做尼达盖亚马新高山。我说新高山啊，台湾没有人听懂，现在已经改成玉山，那就好了，那我的奖学金就改成玉山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是成立的经过，就是这样。民国71年开始，75年才开始成立这个奖学金。民国75年，确切的日期我已经忘记了，他记得很清楚。1986年。那今天呢、啊，来到这里的同学啊，我资料大概看了一下子，都非常优秀。虽然学业成绩啊，我们并不注重说啊，学业一定要什么90分、100分，不是。我们最注重的是你们的人格，你们有没有孝悌？什么叫孝悌呢？有没有孝顺父母？有爱兄弟姐妹，这个最重要。所以我看了资料啊，我说这个都是所谓孝悌，我们没有看到啊。但是学校的老师推荐给我们，说这些学生都是非常那个操心都好的，而且孝悌的楷模。那我们这个就是合乎我们的标准了。那我今天会请你们邀请你们来，不是说把钱给你们就算了，不是。我们请你们来，就希望能够把这个讲给你们听，然后希望你们有一片哦，将来你们不管到哪里，你们成功了，哦，我相信这里边一定会有很多人将来会成功的。那么成功了要干什么呢？回馈你们的乡里。现在的社会很混乱呐、啊，那么目前的台湾的社会很混乱，希望你们这一些年轻的朋友啊，有一股非常好的正面的力量，来扭转我们社会现在很不好的现象，你知道吗？报纸上常常说什么儿子杀母亲啊，什么一大堆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们把它扭转过来，就是靠你们，好不好？那今天非常高兴你们来这里参加这个授奖典礼，这个我给你们，我觉得你们都很棒，也给你们鼓励，希望你们将来记住，领了奖学金不是领钱而已，而是领了一个心理的一个感受，这种感受就是你们要奋发图强，对社会一个贡献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哈。